熨烫、车缝，款式朴实、质地柔软的口罩套，一个个完工。口罩实名之后，人供不应求，能延长口罩使用寿命的口罩套变得抢手。嘉义监狱就选派200名受刑人投入口罩套生产线，预计下周就能开卖。我们还是全力在配合口罩套的生产，其他的先暂停。就担心口罩不够用，来到医院的确有不少民众会戴着套上口罩套的医疗用口罩来看诊，怕口罩缺哈。不够用，达不到给需要的医护人员用，那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，就这样子来可以节省。不过医师特别提醒，套上口罩套后会影响口罩和脸部的密合度，降低防护效果。如果真的要使用，也建议这么做。可能就是要量适合你家人的，你要给他戴的这个人的脸型。那试戴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密合，这样才是比较重要的。非常时期在户外，口罩套可以拿来应急用，延长口罩寿命。不过如果要进入医疗院所，医师建议还是要正确佩戴医疗用口罩，才能确保健康。